相信自己百分百，相信队友百分百，相信团队百分百 ，yes。讲对讲错都是对的，我们来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，这样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赞美有没有学习？有。再一次的让你们学习一个课题。人是需要被赞美的，人是需要被赞美，而且呢，当你赞美别人的时候，自己收获最多。因为语言是谁说出口的？自己。再来呢，当你喜欢赞美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他会用一个最好的礼物回答你是谁？自己的微笑。当你在赞美人的时候，你是欣赏别人的优点，然后从心里面重新出发去赞美一个人，那其实那个人绝对不会拒绝你。所以我们认为说，重新出发，真正的去认可这个人，然后欣赏他的优点，然后他也会给你相对的。帅，开始。力想在，力想睡，力想好，爱你哦，加油！目标，微笑，坚持，坚持。我们是飞耀队，我们的口号是勇往直前。永不止步。我们的团队目标是相信百分百，让世界看见优米康。Go go go！ 谢谢大家，给大家投票。并没有规划这个相关的课程去给员工一些共识，最大的收获是员工开始打开他们的心房。当他们打开心房之后，面对公司的所面临的问题，他们就会向彼此讨论，甚至说他们对公司的共识就会逐渐了解。那教练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他所传递的讯息就是一个热情。那这个热情就是公司现在员工最缺乏的。你有热情，其实很多事情面对困难都有可能被解决。那对工作的热情是会感染，其实这跟王董事长的热情是不谋而合。我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就是说，因为你当员工，不管谁，我希望未来也呈现给大家，不管是呈现给同仁，或是呈现给外部的人。它整个呈现出来是很务实、踏实。那我希望这个共识和文化可以在永康未来的这几年里面一直在凝聚，一直在养成。永康，加油！